我来说一个故事呢，这是有一个女居士说给我听的。她说呢，她嫁给她先生呢是做继母，叫 stepmother。那她先生呢之前呢已经，她的前妻呢已经去世，生了儿女呢好几个好几个，已经都慢慢长大了。她自己跟她先生呢又生了一个女儿，她这个女儿呢非常黏妈妈，啊，因为妈妈叫继母嘛。那几个儿女呢长大以后呢，他们在外面读书，也要住校，难得回来。那快过年，他就给他打电话说，过年快到了，哎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他说他们一定会回来，大家回来吃饭。结果到过年到了呢，他就准备非常丰盛呢，他们就回来了，儿女都回来。那回来以后呢，他就说你们回来呢要先去拜祖先，我准饭菜都准备好，你们要去拜拜拜祖先，拜你妈妈。他说我们家本来没有这些，要拜祖先啊，拜妈妈，我们之前都没有，你什么时候搞出这种东西出来？要拜你自己拜。他们不拜，他们不拜不打紧了，他就说你到底玩这个在做什么？他先生也在，他先生也不吭声，没有说什么。他叫他们拜，他们说不拜，不是叫拜祖先了，拜妈妈，他们就想当然，没有。后来呢，他等一下就说，那你们不拜，好了，那我自己弄一弄。他说我来你们家年年都是这么拜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我想说她是姐姐，所以我拜，哦，祖先我当然拜啊，啊，为什么你们不拜？他说我们从来不知道你在拜这些做什么，就把它拿下来，啊，就弄要弄给他们吃。他就说你拜我们不吃，你弄这些我们都不吃。他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，他在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他觉得他没有被尊重，而且做得这么辛苦。此时他先生为什么不说话呢？后来他生气起来，他说好，你们要吃吃，你们不吃，你们都不办，这是你们家的祖先呢，我没有望族来到嫁到你们家，本身还拜姐姐还有拜祖先，你居然说这样，你们不拜，不拜就拉倒。他就把那祖先的神主牌拿起来，带在楼顶哦，十二楼，他就给拼下去，嫌香炉就再去了，说没人要给你们拜，啊，你们的事情我没事情。结果他这么一弄呢，他自己觉得说前些时候我都还可以拜，今天我准备的时候也可以拜，为什么他们这么一说我就生这么的气？原来他们没有把我认在这个家。他先生也不吭声哦，所以显珠板啊，加香炉砖，加按不不扣扣的砖，为了等他偏落去等医生，说我要走了，就走了。结果走了以后呢，自己那时候本身就是昏了头，而且叫无名。叫称心就起来，全部什么都不要了。又是过年了，他就离开那个家，从此说再不回去。
他不回去，人家会珍惜吗？没有，他连祖先都不要，连这些都不要，人家有没有珍惜？没有。那没有没有关系呢？后来他就出去了以后，就去跟人家租一个房子，跟他这个小女儿，他们就说他都是疼小女儿，没有疼爱这几个大的，他就说他是后母，把他列入后母。他说我也没有虐待你们呢，我只是家里的老太婆、老婆子，跟外老一样，为什么你们这样来对待我？他有一种不被尊重、不被归属的那种感觉呢，他就真的就走了。走了以后呢，后来他自己就想想不对，他回去看他先生，他的儿女说不准他回去，我爸爸会被你害死。他说怎么是这样呢？一直到后来他先生呢，也没有很久，后来他先生就病死了。那病死呢，这简直是无厘头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原来是之前多大家都相安无事哦，那个姐姐本身也安，祖先也安，大家本身看她本身就还像个样子来处理这样的家庭，就可以了，要怎么样？结果这么一走以后，她先生也就开始生病，病了以后，后来她先生死掉。死掉以后呢，听说在殡仪馆，他自己想想说，趁这个时候应该去看看他先生，他儿女不准他去看，也不准他那个小女儿去看。后来呢，他就说带着他小女儿说，什么不准你去看，我就带你去看，你就叫一声爸爸。他们谁都不敢说什么。去了进去以后叫一声爸爸，所有的这些哥哥姐姐们，大家全部哭成一团。为什么？所以有时候在生烦恼，不要胡搞乱搞。祖先得罪你什么呢？祖先得罪什么？要么就把他请过来，不要就拉倒，是这样吗？人活着的时候，还有很多看不见的，而这些呢，看起来是叫做鬼神吗？还是祖先就是祖先？你要清理你自己本身的这样的那个脉络，这些脉络有时候跟人间不太一样的啦。所以这些叫做人有色身，色身本身彼此有时候相互在那里碰撞，但是我们还有就源远流长的一个东西呢，你不要把它捣乱掉。看起来好像没有看到什么，那是有东西的，不是胡搞乱搞就可以叫做，可以叫相安无事。我们的生命本身看起来好像是哦，我前辈子做国王，哦，在前辈子做什么？前辈子做国王，现在不是国王了。说算命常常在算这些，你过去做国王啊。有人跟我说，人家帮我算命说他是前辈子是国王，我说你现在不是的哈，你要过来攻击官位，但是生命是有的，生命是有的，
不要胡搞乱搞。而事实上是什么？这些是有，就有时候是怎么是会有这么多的业障，或者是有什么，平白本身就会有一些很高兴的。其实说真的，从我们开始办研读班，我是发现我老早以前就已经出家的，所以你们是你们善根来，还是我到你们家去找人来？其实说真的，这些都是我们相互的因缘，这叫因缘。而且要相信这些是什么，是叫做要让它叫做更加的增上。这增上两个字要怎么说？就是我们的依持，珍惜这些的因缘，实际上使它更加的 向善的、更加的相互的增益，那是可以完成的，是可以相互完成的。所以这里在说的是，就是说 这一部经叫从地上地下呢涌出这么多菩萨，这些菩萨从哪里来？这我们很多的因缘，天南地北，世上什么时候会碰在一起？有时候这些因缘是擦身而过，有时候本身是真的就会出现的。而且你欢喜心，欢喜心，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某些面孔怎么很熟，或者是怎么样的，但是你叫不出来，还是会有的。这些多是呢叫做过去生啊，生这么多，有时候说曾经当过我们的父母亲，可是他去世，或许他在你在身旁，在你的周围一直在护佑着你，或者是要跟你讨债，都有可能，都有可能。这些都是在说明一个叫做我们不是，我们只有一个色身而已，我们还有我们周围的这些人构成我们自己的负担，或者是呈现的也是存我的条件的，这叫报。报有时候是报恩，有时候抱怨都会有。对，所以这个叫做我们有很多的身，就色身、报身还有法身。当然一般我们都只讲佛陀有圆满的报身，那我们也看到呢，佛陀那法身是一定有，那色身呢，色身看到的佛陀是就是一位老比丘，一位老比丘。可是老比丘呢，他有做不完的工作，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有老比丘呢，就是佛陀，他每天晚上都还是要天人都会下来讲法，那佛陀就会去为他们说法。那佛陀为他们说法的时候呢，有一位比丘呢比较年轻，他比较年轻呢，他实在很想睡了，他一直想说佛陀怎么还不睡觉，你不累我很累，会不会啊？会不会很累啊？事后佛陀就不累吗？不累吗？还是会累啊。那个年轻的这个出家人，他一直就想说佛陀你怎么还不睡，我很累我很想睡。后来他没办法，我这讲这些是戒律里面有的，不是 我制造的。他就跟佛陀说鬼来了。佛陀说我还怕鬼，我还要渡他们呢，我还怕鬼啊。他就装鬼来吓佛陀。
你以为生团生我就没有好玩的啊？啊，不懂你看你做贼呢？啊，事实上佛在世的时候，有的真的是很用功，有的本身叫做什么？基于他自己本身的想要，什么活都还不睡觉，活的工作还做不完，做不完。他没有，他有休息，但是非常少的时间。他不像我们要睡很长的时间，对。好了，叫做色身跟法身，啊，我们都有法身，啊，你的法身在哪里呢？其实说，当你自己休息，当你自己在这些精神当中，除了身体以外，你就回到你的智慧，或者这些波罗蜜，你静下心来想，啊，我就是这样活过来的，那个都不会消失掉的，那是不会消失掉。佛陀一直要指点我们，告诉我们，就是一大世因缘，你不是只有这个血肉之躯而已，你还有你的法身慧命。人是有欲，可是这种欲呢，不是只有男女的欲而已的。我们希望自己身心清安，还有凉快一点，或者是呢，也有呢，叫做很安稳的过日子，身心能够安稳，躺下来马上就能够睡得着，这多是叫做欲。所以欲有叫做什么？有饮食的欲，也有衣着穿得舒服一点啊，轻柔，这也是一种欲，或者是冲个凉水啊，自己身体就很清安，这是一种欲。所以大家在这种当中呢，你本身叫冲下来的时候，冲个冷水的时候，你自己就知道这些水流走了，要擦擦身体，我又要进入另外一个感觉了。这叫受，感受的受，也享受自己本身这种感觉，这是欲。但是还有求知的欲，希望知道佛法怎么说，怎么安顿我自己。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地方，我自己也找到一个平衡的词，让自己可以安顿平衡，不是只有在外在的这些物质上面追寻，这叫做也是一种欲，这叫求知的欲，思想的欲，还有这叫做知见的欲。这个叫你学佛本身有善法欲啊，听了佛经以后你有善法欲，听了以后自己对照一下蛮好的，更加的肯定，这是一种欲。还有一个叫做是什么？我能够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，我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，我知道我此时心情喜欢跟不喜欢，快乐不快乐，我能够自我调整，这是一种欲。所以大家呢，对于叫做欲，人是欲做的，不是只有世间那个叫做浑浊的欲，还有更多呢，培养自己的善法欲。